萝卜，怎么了？导航，请说目的地。附近的加油站。找到以下地点是第几个？第一个。目的地：中国石化加油站，中关村大街。最快路线4分钟，1公里，途经海淀西街、善源街、海淀东一街。开始导航，准备出发。全程1公里，大约需要4分钟，请行驶到丹陵街，然后向西行驶。开始导航，红绿灯路口右转，然后右转，为您找到一个距离目的地28米的停车场。是否需要导航到这个停车场？不需要。萝卜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打电话给王彦龙。是王彦龙的移动还是联通号码？联通号码。准备打给王彦龙的联通号码，如果不正确，您可以说取消。呼叫。前方100米，红绿灯路口右转。哎，彦龙，晚上哪里吃饭？晚上在龙虾。那你给我发个位置呗，微信我一下。嗯，好。填个位置。哎，好好好，那这样啊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嗯，拜拜拜拜。前方50米，红绿灯路口直行。萝卜，请吩咐。我想听王菲的歌。为您播放音乐频道。为您播放王菲的歌。王彦龙发来位置信息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84号。北新桥路口东南角地铁北新桥站，导航还是忽略？导航。目的地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84号，北新桥路口东南角地铁北新桥站。最快路线41分钟，12.7公里，途经北三环西路、德胜门外大街、鼓楼东大街。常规路线。路线50分钟，13.2公里，途经中关村大街、北三环西路、安定门外大街。躲避拥堵。躲避拥堵路线52分钟，14.3公里，途经中关村大街、动物园路、撤工庄大街。开始导航。准备出发，全程14.1公里，大约需要55分钟，请行驶到海淀东一街，然后向东行驶。开始导航，前方100米，红绿灯路口右转，进入主路。请向右侧车道并线。萝卜。播放本地音乐。本地频道，为您播放传奇。右转进入主路。萝卜。好。下一首。前方1公里，红绿灯路口直行。萝卜。来了来了。换一首。收到2015 Link 汽车创业大赛群的微信。
免打扰。前方300米有闯红灯拍照。萝卜。小点声音。萝卜。打开广播。播报。鲁兹一四三十六开幺汽车记者说：“大家好。”鲁兹一四三十六开幺汽车记者说：“要被拉了一个车轮网圈。”苹果壳说：“微笑。”一针喜伯特一在 ，Welcome 说：“鲁记者好。”免打扰。萝卜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大点声，大点声，大点声，返回。萝卜，播放新闻频道。新闻频道。好了 ，FM， 一起来关注国际消息。目前，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打击极端组织的战斗还在继续。23号，萝卜，来了来了。来一首段子。搞笑频道。喂好，这里是考拉 FM 百度贴吧秀，我是小编。今天上榜的帖子是贴吧2015年流行语大盘点。15年快过去了，我们就来盘点一下15年的这些流行语吧。上交国家，简称上交国，出自网络小说《盗墓笔记》改编的同名网络剧。原主角盗墓分子在剧中啊，却动不动呢就要把一些牛头、藏宝图上交给萝卜。虽然制作方，你好。我想听周杰伦的《东风破》。为您播放《东风破》。播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回复。我在去王彦龙的家的路上。发送。萝卜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收藏这首歌。萝卜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设置使用简洁模式。已设置使用简洁导航模式。返回。萝卜，你好。导航，请说目的地。
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。找到以下地点是第几个？第一个。目的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。最快路线38分钟，34.2公里，途经北四环西路、四元桥、温榆桥，过路费10元。最短路线。最短路线1小时2分钟，32.7公里，途经北四环西路、四元桥、首都机场辅路。最快路线。最快。不走高速。走高速路线1小时3分钟，35.4公里，途经北四环西路、四元桥、天北路。开始导航，准备出发，全程35.2公里，大约需要1小时2分。收到未知群的微信，准备出发，全程35.4公里，大约需要1小时4分。收到未知群的微信。播报。导航向右前方行驶。孙成军说：“好，回复还是忽略。”忽略。收到 Bruce Lee 的微信。播报。现在到哪儿了？能过来接我吗？回复还是忽略。回复。我在微软大厦刚出来，你在什么地方？你把地址发给我吧。发送还是重说，你也可以说，朗读。发送。Bruce Lee 发来位置信息，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，导航还是忽略。导航。前方600米，在目的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。最快路线7分钟，1.6公里，途经采荷房路、海淀南路。开始导航。开始导航，红绿灯路口右转。您已偏离路线，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。萝卜，来了来了。打电话给王彦龙。是王彦龙的移动还是联通号码？联通号码。准备打给王彦龙的联通号码，如果不正确，您可以说取消。呼叫。哎，彦龙，你在哪儿呢？前方550米，在道路尽头左转。我在办公室。那你还没走啊？我现在去接马总了，一会儿机场见吧。啊，行行，我马上出发了，咱不好吃啊，马上走吧。啊，好的，那机场见。嗯，好，嗯，待会儿见啊。啊，好，嗯，拜拜。啊，再见。萝卜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附近的加油站。找到以下地点是第几个？第一个。目的地中国石化加油站，中关村大街。最快路线4分钟，950米，途经善源街、海淀东一街、中关村大街。开始导航。出发，全程950米，大约需要4分钟，请行驶到采荷房路，然后向南行驶。为您找到一个距离目的地28米的停车场，是否需要导航到这个停车场？不需要。萝卜。嗨。我想听王菲的歌。广播已开启，请使用收音机收听99.8兆赫兹。
为您播放王菲的歌。前方50米红绿灯路口直行。前方50米红绿灯路口直行。萝卜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想听王菲的《传奇》。请保持直行，然后150米右转。为您播放《传奇》。请向右侧车道并线。萝卜，嗨，打电话，请说联系人名字或者号码。13581887557，准备打给13581887557，如果不正确，您可以说取消。取消。请说联系人名字或者号码。13581897557。准备打给13581897，如果不正确，您可以说取消。取消。请说联系人名字或者号码。退出。再见。萝卜。嗨。切换到新闻频道。新闻频道。好 FM 一起来关注国内消息。12月19号，河南洛阳王城公园的左转进入辅路，然后100米右转。一位男子从高空经过的索道车上。萝卜，釜山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播放本地音乐。本地频道。前方100米右转，然后到达目的地附近。萝卜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下一首。右转，然后到达目的地附近。您已到达目的地附近，本次导航结束。导航结束，全程921米，用14分钟，超速04。萝卜，嗨，您可以说换首歌或关闭音乐。换一首。萝卜，嗨，您可以说换首歌或关闭音乐。导航去公司。好的，导航去公司。最快路线4分钟，1.1公里，途经中关村大街、丹岭街。开始导航。需要5分钟，请行驶到中关村大街，然后向南行驶。萝卜，导航，请吩咐。设置。使用简洁模式。已设置使用简洁导航模式。返回。So
进入右转专用道。马丁丁来电，接听还是拒绝？拒绝。萝卜，退出导航。确定退出导航吗？确定。再见。萝卜。嗨，您可以说换手机或关闭音乐。设置。打开电子狗。电子狗已开启。使用百度地图。已设置使用百度地图。使用地图模式。已设置使用地图导航模式。下一页。连接蓝牙遥控器。正在连接，请您同时按下遥控器的左键和右键，信号灯闪烁即可。蓝牙遥控器已连接。关闭路况。路况已关闭。下一页。调高亮度。亮度6。调低亮度。亮度5。设置广播频率到99.1。上一页，连接无线网络。下一页，下一页，关闭手势，打开手势。关闭手势。下一页。退出。